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小小小鹿是小鹿家的粉丝吗？想看旁边的猫啊？你看，你把那个啊，你把那个手机打横屏就看得到了。小石头怎么了呀？是小鹿家的，是小鹿家的宝宝，我就可以给你上一个会员。是啊，那我就给你上一个会员。因为我每次半夜都会去看他直播，我要跟他说他们家的粉丝过来，我就给他上会员。你是小鹿家的陈哥啊？真的猫咪吗？你们有这么笨吗？欢迎雷子，这应该也是假的，好吗？好嘛，我笑死了我。竟然是假的，当然肯定一定要是假的。爱上不回家的人